算碰过这么一次，不至于就这样上瘾了。你放轻松啊，我来扶你。你上次没有拿到 K， 今天要试试看吧。吸毒就算沉入海底，贩卖者要坐牢十年以上或无期徒刑。我不希望我的朋友嗑药，为什么帮他打？我故意带他飞的。好朋友的床，好睡吗？不要在我面前装白莲花了，好不好？管我的感情有什么事？人家终究是有男友的吧？看到这种网红，怎么可能跟我们这种卖药的在一起？